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是非常特别的一本福音书，一方面它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在内容上有所区别，因此不列入共观福音书目里面，另一方面它也是最晚写成的福音书，所以使用了许多希腊化的思想跟用语。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特别是第一到十四节开头这一段，作者使徒约翰使用了道 Logos 这一个词来表达上帝跟耶稣基督，他说道是上帝，道成为人。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话语，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在创世纪的开始，上帝就是用他的话语来进行创造，在旧约里面，上帝也时常用话语来启示他自己。此外，就如字面上所表现的，道也有道路的意思，道路可以引申为行事为人跟做事的方法，这些都需要有人指引跟教导。在旧约时代，上帝就是借由律法跟先知来教导以色列人民。以赛亚书30章21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在新约则是上帝亲自以人的样式，就是耶稣来向人启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此外，约翰也用光这样的存在来代表上帝的临在，而这种表达方式正是耶稣时代另一个犹太人灵修团体艾瑟尼人所熟知的表达方式。事实上，道跟光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当我们晚上回到家里，我们开门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电灯点亮，使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家里面的情形，同时使我们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有人白天骑摩托车开大灯，别人提醒他，他却是说世间黑暗。今天的经文1章9节说，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行走。耶稣又说，你们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继续行走。因此我们跟随主耶稣成为基督徒，就是接受真理的引导。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够因着反应真光而照亮周围的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愿我们都能够带着上帝给我们的光，勇敢地去发光，去影响世界。